他们现在开始在抓周了啊，菲菲首先拿着计算机不放。菲菲，你到底喜欢哪一根呢？菲菲，咚咚咚，计算机被抛弃了。接下来下一个拿的是什么呢？口红。第三个，噔噔噔，手机。到底会喜欢哪一个呢？珠宝。菲菲啊，第二次拿起了手机，菲菲最后又拿起了印章，准备当大官，开始吃起来了。菲菲啊，那印章不能吃了，菲菲。再度拿起了项链，再度拿起计算机。菲菲，又拿起手表，菲菲啊，手表也不要。三度拿起计算机。我开始知道旁边有尺的存在了。计算机跟手机，菲菲再度注意到旁边一只汤匙的存在，汤匙啊，汤匙吗，菲菲？
再度拿起牙刷，不，其实是第一次拿起来。牙刷经不起考验，现在又拿起项链了，又拿起尺了。那个给一本他喜欢的书，拿起了贝贝平常喜欢的书，书太大本，拿起皮夹了，跟皮夹也不一样，还是汤匙最喜欢是吗，贝贝？旁边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被拿过，什么时候才会停呢？可以了是吗？菲菲啊，好，菲菲你拿好了哈，哎，最后拿着汤匙，菲菲，玩着珠宝。